赛道上面看看这两台车的表现吧。一千千数番をご覧の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DK 土屋圭一で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丽彪，嘿嘿，又是土屋大爷。前几期那些古董玩意儿给大爷开伤心了，这不是一车来拿蛙王赔罪。其实这辆车没有过多的话要讲吧，193的尾速也证明了它的实力。在说话间已经来到了34号高速连续弯，这辆车就跟贴在地上平移通过一样。5号低速掉头弯，土屋大爷还小心翼翼地尝试着油门，一辆500多匹的车出弯都不需要反打，你给油啊！不好意思，有点激动啊。前方6、7号高速弯，这是第一台在这里弯速没有低于100的车。像这种弯道才是波子的主场，但也可惜能够提供800公斤下压力的 PAA 系统在这里发挥不出来。还有一点让我感兴趣的就是方向盘上的4个旋钮，这个东西看似很专业，可以帮助车辆适应不同的赛道，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测试圈速只有几圈的来说，更多的组合意味着错误的几率更大，越是接近于赛车越不可能一个人完成。现在冲出提示仪，这一代的蛙王好像已经摆脱了当年推头的属性。来到最后一弯，随着自然吸气的马力进一步的提升，在第一扭阶段总感觉迟钝了一下，现在回到大直线，车辆即将通过终点，最终圈速1分04.92。